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ny Voice One Mozilla 成果发表会，什么参加心得发表会？嗯，对啊，今天是第二天的下午，第二天的晚上，我们刚刚去走了一趟那个国游双塔，漂亮，超漂亮的，真的。前面还有喷水池，还有很多人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是不是重点，放到一边去。马来西亚这也是重点，来马来西亚这重点。这个我另外下集影片再讲这件事情。对，对啊，那观光心得。好了，我要报告心得。嗯。今天下午听了什么东西？下午听了哦，越南第一个是就是吃完饭之后就 speed lunch 之后第一个就是越南嘛，越南 community 啊，他们在讲就是讲说他们现在正在 building community， 那有一些遇到一些困难啊，然后他就请大家给他建议，看要怎么解决。他有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越南很多电脑都是很慢，就是很旧电脑，然后 Firefox 他执行的时候就是动辄两三百 mega 的记忆体。这样子他们就跑不动了。OK， 对对，那对我们来说，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啊。我们虽然之前都没有特别把它提出来思考这件事情，但是就是在我们跑胖卡的时候啊，就是用 netbook 装 Firefox 啊，对吧、啊？就 netbook 嘛，然后它可能就只有一 G 记忆体而已。那如果我装 Firefox 4啊，然后开个 Flash 网页，可能就记忆体吃光光了。嗯哼，对吧、啊？那可能对 Mozilla 就是对 Mozilla 开发者来讲。这绝对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是个问题的问题，对，但是对使用者来讲，变成部分国家的使用者是很大的问题。那Mozilla既然要走入亚洲，就是走向要把 community 就是走向全世界，然后把全世界 community 纳入 Mozilla 力量，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。对啊，那越南这个 session 呢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讲者用了 MoPay 的，他就直接把他要讲的东西就打在 MoPay 上面，然后就投出来，然后就请大家给他建议。然后就他边讲的 MoPay 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越来越多哦，酷！然后讲一讲，哇，颜色变五颜六色了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对啊，这边没有颜色，不过他原本大概只有这么多吧。然后等他讲完之后，大概变那么多。哦，有趣，就整个就是完全就是欢乐起来了。嗯，比亚西好玩。嗯，下次某 C 叉叉叉叉叉研讨会，我们可以一起开一个塞配的，就每一个 station 我们都开一个，然后就大家就很欢乐。对，还有下次某 C 叉叉叉研讨会，我们可以来一个那个 Border Radius 9 yeah， 啊，就 Border Radius 那个是就是一个，就是接下来就是有一个那个议题啊，是好了，我先跳第四个，就是 Firefox in New Development Cycle 嘛，对，我就特别就是听到这一点，不 ，Already 那边也是其实有讲到，就特别听到这一点，就是他建议我们在 Community 上面，就是其实在越南那边听到的，那说你搞是对的。就是在 community 的行销上面啊，我们以前都是用 release party， 就是用 release 为版本，为标榜来拍来就是办一些宣传活动。但是因为现在就是 rapid release 都是六周就一个版本啊，我们总不能每六周办一次 release party， 然后就会跟 IE 的蛋糕一样变不见了，越来越小，然后不见了。所以说现在某一家他们的想法是说，建议大家可以用 feature based 的 campaign， 就是以一个功能完成的为主为一个 milestone， 就是里程碑。那我们可以定出哪些功能是我们希望它，我们很期待它完成的。那等这个功能 landing， 就是进入正式版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一个标榜来办一些活动或者是办 party。所以我们下一次的MozTW party 是不是就办个 CSS Canvas 3D party 之类的嘞？大家可以考虑一下，好吧？那 Mascot 就看爸爸表演啊，对啊，很可惜，不敢，很可惜没有耳朵出现。不是我表演，是大家一起表演。对啊，然后 Mascot 那边啊，我就是特别有感觉到一点，就是其他的 Mascot 他们都有做玩偶。那我们其实也有想过要做玩偶嘛，那其中困难，种种困难，就请爸爸直接告诉大家啦。哦，就反正打个板就很贵啦，简单讲就这样。然后，啊，其实酷米他们是用纸玩偶啊，那个我们也可以考虑跟他们交流一下。哦，对啊，纸玩，其实台湾很多这种做纸 paper toy 的那种玩专家。对，但是要找 volunteer。耶，因为不能。电视前面的各位，如果你会做纸雕玩偶，请洽荧幕上面这个 email。对，请洽荧幕上面这个 email，我们提供你一个在国际舞台耀武扬威的机会。全世界这么多地方的人，真的可以哦，真的可以在国际舞台上耀武扬威哦。对，玩你的东西，对对。那
第四个就 Rapid Release 嘛 ，Rapid Release 呢，就 Bob 跟大光就都讲了很多。那这反正就是大家就知道，它就是有好有坏，对吧、啊？那六个礼拜到底是不是一个很 OK 的时间？是八个礼拜更适合，还是我们要更快一点，功能一完成就进去？这都是可以考虑、可以考讨论的嘛。那再怎么样，也总是比以前那种一 beta 都不知道 beta 到几还好啊，对不对？就一年半、两年都不知道它到底要开发多久。好，那 BOF 今年大家在 BOF 的时间都已经睡死了。对，那因为只有我是就前两天无所事事，就所以说我晚上精神就很好，然后我就去 BOF。BOF 有一个那个 community leadership。的讨论、对，那原先就是大家应该都是以为说是 community leadership 的 BOF 就是去，然后他们就会教大家一些要怎么样去驱动大家的热情，驱使这个驱动大家的热情。OK， 好，因为现在在国外待了两天，就会有用英文想东西的那种点燃热情，就 driven 啊，对对对，点燃热情，对啊，那就是驱动大家的热情嘛。那其实不是，是某一大现在他们，因为现在他进入亚洲之后，就进入这些新兴市场，在这些新兴市场要推 community， 在这个现在这个状况之下，就会很多国家是没有 community， 但是有人想要出来 build community， 那某一大也希望提供一个 community，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，他们就想说要怎么样可以提供这些人、这些大家这种协助啊。对啊，那他就问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提供一些教学课程啊，你觉得什么技术是最重要的啊？那一个 community 啊，我们最缺乏什么啊？那如果我们把大家都找到，都找到一个地方去，或者是从蒙伊拉派讲师到各地去啊，然后教大家这些东西中文好不好、啊？你们期望看到什么？其实就只有期望而已、啊。OK， 对吧？讨论会。好，那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啊，开秀业了，就是这里。噔噔噔 ！We answer to no one but you. We answer to no one but you. The team but you. yeah， 这是某一家今年的行销的标语嘛？对，这是提姆光荣的时刻，一大堆网络界的活力史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这个真的是一大堆网络界的活力史，自己做的。对，啊，这就是某一家位，就是某一家位就是这样子啊。对对对对，是平起平坐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啦。好，拜拜。